的据点。我箱子放很多经验瓶哦，你们可以用。谁要效率师的金稿？谁要效率师金稿？有人要进攻、哦，有没有转职的？有没有转职的？我要转一下。有点烫，我想要来啦，给你赌啦，来啦，转职叫黄金，给我赌啊！来两组给你赌啦，慢慢赌，慢慢赌职业。你没有赌，你没有赌出屁王，我就觉得这个转职。西瓜妹，屁王哦，也可以。我最好给我屁一下。我有一本转职书哎、欸，持股宝典。家里家里居然有哦，有那你给我。哇呀，是、欸、哎，一堆人呐、啊，一堆人呐、啊，不要再，全部都来了，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，跑不动。我先帮你们按啊，我还有 CD， 波波你可以按吗？可以可以，只是我找不到你的人。铁矿那边有一个，黄金那边有一个，弓其实还好。我就有七个、哦，三后面还有一个强制点名，对不对？强制点名，你看你那个几率是真的吗？他就三炮而已，真的有几乎几乎都不帝王、欸。你刚刚抽几次中？我抽一次吗？啊、你那个几率我有玩，我有玩。哎、欸，我要输，给你输，阿基亚，这新一代屁王就是你，哎、欸，他们来了，哎、欸，我有两本，谁还想转、哦？我各位粉，我想试试，是右键就好。旁边哪里啊？已经来了，棒副手吧，棒副手，然后我变贵族，我没吃到，求哥，贵族很多很，哎、欸，转职输嘞。我跟你讲，有被撞到，被吸走了吧？加油，看到。被吸走了。杰克，你稿子在哪里？这里。如米，你身上有没有转职书？对，有没有掉那个空桥的？啊？被谁吸走了？有一根空桥过来，你可以掉它。哦，我要掉到水里了。我需要。中大奖。哦，中大奖，中大奖，中大奖。啊？哦，不止这个。哦哟。哦哟。哎，有人要来打贵族了，贵族没人权。没事，草莓，从门口进来了。啊，他们都从门口进来了。为什么我都是拿铲子打的？下去了。走开了。OK。为啥还有可能在这？找到我们家的一些垃圾堆了。垃圾堆。把一堆垃圾放在那个酒桶里，木桶。那是我的。那是从对面打来的、哦。你这什么？怎么了？那个铁啊！我在看你的群啊，对不对？是嘿。哎、欸，导游，你看他自己。我来了。头顶。他怎么变这样？对，他怎么变这样？职业的，职业的，职业的。他就是放屁啊！你不要靠近哈基，哈基很臭。不要靠近他。不要靠近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干我屁事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刚刚有人说黄金很臭，臭死了，好臭啊！臭死了，走开！贵族是不能拿黄金的东西还是什么？铁的铁制的东西，武器。贵族没有，贵族没有，贵族可以啊，贵族都可以，贵族都可以。贵族只是你血少两颗，血比较少，就等于是少四滴血，然后你只能黄金帽，那帽子拿不掉。还有正面很多人哦，好多人，来了，进攻了，进攻了。了我看露米在撸了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也要转职了。中年 boss， 我会转成什么？又来了！西瓜妹来了！西瓜妹来了！死了！要打玻璃啊！打玻璃啊！毒吸者！很多人！小心！高高天桥！这里有你们，好开心，你们都飞起来了！啊！飘飘吧！小哥，你飞起来了！你飞起来了！小哥，你也飞起来了！你不要用屁让我飞！好可怕、啊！他有翅膀啊，他不怕、啊。疼！请你死吗？我身上有一个。哎呦，好多！毒吸者，好可怕！我们家的毒吸者。哎呦，好臭！我先帮你们啊，不能啊。那个杰瑞或小雨，哪里？黄金货不能再传了，要你们。哎呀，都到我门口，被堵了。换职业了。啊！哇，那个，我去挖。哎，好可怕。对对，你没有办法，趁现在很累。他们没看我。我可以，我撑住，我撑住。他们没看我。玻璃。他们在看我。西瓜妹进去了。太远了吧，这个。我的玻璃有条玻璃，玻璃有声音。
哎、欸，他是疯狂来打你玻璃，他打掉一个，他打掉一个，打一个这个步枪。哎哎，回去了，闪到中间，回去了，闪到中间好像是楼上，楼上，哎，家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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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人，两个人有一个要挖到了，挖到了，这个我刚好在附魔，挖到了，他死了，耶，哦，好快哦，天啊，家里的核心可以补多一点啊，因为他浮在空中。我觉得其实也不好守哎、欸，但是他们守对啊，我这觉得这一场比较难守。嗯，他太多地方可以攻进攻了，太多。嗯，哎、欸，我们都已经挖成这样，很厉害了。厉害厉害，金金手挖一点回来了。啊，我做个盾牌。金金石那个啦，你放漏的箱子里有啊。草莓又来喽、哦。嗯。他差一滴，他差一滴。哇，有人在中间杀那一群怪、欸、勇者。我发现他那个时间倒数真的有时候有慢，所以这场真的有卡。会累格，太多怪怪了，对，太多怪了。哎、嗯欸，我要拿食物，有没有食物，龙女？我多耶耶耶！头上箱子，门口头上，门口头上。有有有，箱子应该也有。给你乞讨了，乞讨拿到了。就在那边清怪、欸。乞讨的部分。中间的勇者真太猛了吧？对吧、啊？他在帮忙清怪，他想要交易吧？他想要交易，他会招一堆。走吧，走喽，走喽，打架喽！来喽，打架喽！有拿到一个人不能复活了，旁边有人哦，又卡在上面。对，他家没有两个不能复活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打，我来打。看你，把他们 kill 一下。我射掉，嘿，杀人包！你好会射哦。好酷，听起来好奇怪哦，听起来好奇怪，真的，你们才奇怪吧？没有，你刚刚语调真的很奇怪。哪有？哎、欸，你是网的部分、啊，你是开火箭女王哎、欸？没有好吗，董事长？哎、欸，哈基，有人中这、嗯、这个啊？谁、欸？在干嘛？吃？哎、欸，我帮你们按一下。欸杰瑞，你还可以吗？乐色哦，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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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绿宝石，真，我捡回来了，你捡，你捡。哎、欸，我捡到锋利三的剑，谁的？20颗绿宝石，哇，钻石的吗？钻石的。啊，被怪兽杀死啦！因为我刚刚这边被杀。哦，你的，来来，你在哪里？我剩下的这个，好，撑好久。哇，有这个，有去屁人写的那有，有人去屁人的。哇，有人要去他们家的吗？走啊走啊走啊，插去他们家。后面，西瓜妹来了。哈基好会放屁哦、喔欸。家里有你们守好嘿。白金你在哪里？厉害厉害，什么？那个三颗蛋啊，就是传说中的屁王了。要不要稳一下？想说你进去给他死了，死了死了死了。哎，冲进他们家，冲进他们家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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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拼一下、啊啊啊啊啊，对不起，还在书柜都挖掉，还在 CD， 哎、欸，对不起，炸，挖进去，挖进去，挖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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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由，自由，挖好慢哦，挖，直接开，太快了吧，哇。直接偷袭掉一波，是15滴血直接一波了，直接没了，真的，超多人在挖哎、欸，而且我们上下起手，对，五个人在挖，太可怕了。然后我跟短短把他们上面书柜全部都弄掉。等下这个血丝是什么东西、啊？这是什么、啊？原本是写说谁名单吧？是王什么什么王？哦，什么什么？哦、没显示到。在修正，但是僵尸打不到。守护者挖到核心，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有吗？太狂了！你的四打错了。破坏核心，玩一下。我只你是跟你们破一样，那个杰克的稿。杰克的稿，好搞哦。哦，小雨在挖钻哦，喷光光。小雨在挖钻石，我两场在挖。放空就超挖钻的，哦，狂挖猛挖，哇，都在宅，都在挖。我赵伟又打架一下，
抽奖，哇，没有人抽，抽很多、欸，抽超多哎、欸，哇，哇哇记很多呀、啊，你是不是开代码？哦，帝王啊，哦，代码，代码、啊，看那个洗交易的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我？好，好，交易是什么？原来是，因为。算次数，因为团团那个换应该是就是换满背包这样子吧。因为我换那个剑矢就会换很多。哦，剑矢是一根一根换的，对啦对啦。对啊对啊，合理。还有换很多混沌之物去换牛排。原来是我。结果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你最棒，漂浮秒入。飘来飘去，很爱飘哎、欸，飘。谁在音乐？我哇，好帅哦！我就一直蹲在那边啊，就是对喽。真的，蹲在那下面化成玻璃之后，我可以看到大家的下面，还不错。嗯，看到大家下面。所以谁穿什么颜色内裤都知道了。哦，我只看到裙子而已。难怪那个草莓要阻止你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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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场我其实有很多想法，哎，小人好 ，F 五。这场啊，其实我本来就是想说先挖下面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绕下面过来，然后挖掉这个呢。还有个方法就是，我那时候想说用什么水下呼吸跟清水性加深海漫游，你就在旁边一直啄，一直骚扰，一直啄，一直骚扰，反正你就起来换个气，然后就把它旁边慢慢注空，有没有？拿金镐在旁边慢慢助攻，然后，欸，对，就是慢慢助，慢慢助，慢慢助，一直骚扰。因为这个真的我觉得太好挖了，你从正门进去之后，你就看好角度嘛，像比如这是中心点，你就挖掉这个，就刚好就直接下来，下来就直接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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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对啊，我觉得。场地真的很好，只是你核心我建议是放二楼啦，你放在楼下真的太好挖了。啊，放楼上，人家就以前的歼灭机啊，哦没有，以前人家叫挖书柜什么，就会爬上楼上，就可能附魔台在三楼吧，核心在二楼，或者是核心在三楼这样子，人要么就是叠上去。我觉得啦。有好有坏啦，反正就是一个人守在顶楼，然后如果他们是这样笔直叠的话，你可以从旁边射箭射下去，这样裸空也比较好看到，因为下面包太紧，这样真的很恐怖欸，对吧？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对不起，重来。好啦，今天我怎么在飞？这傻笑啦！好啦，欸，我在什么？好啦，今天就先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啦。那我是翻新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好啦，我们再来继续弄巨魔之地啦。欸，太好笑了吧！哦，好了，好，拜拜。什么这傻笑？欸，我讲真的，这样一直去进攻好累哦，对小心脏负担有点大，因为。每次只要进攻啊，心跳都真的自己戴着耳机，都仿佛真的听到心跳的那种砰砰砰砰砰砰砰。
我刚刚一度差点窒息，因为我刚刚没办法呼吸，因为太紧张了。第一场的时候很紧张。哎、欸，我先去尿尿。很适合当封面吗？我应该也是拿这个当封面吧。那第一场可能就是我挖核心的封面，第二场就是我这样飞起来的封面。哇，集会好多人，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个人。哎呦，看来有人要被霸凌了哦。哇，我去带秀秀好了，给他们令我去带秀秀。我去尿尿，其实尿尿尿多才是好事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子有排毒，我之前可以一整天只尿一次尿，哎。好了，先挂的晚安。有，没有关系。有，又凯瑞了两场。凯瑞，在干嘛？罗满的话，我带秀秀啊。对，先带秀秀。我也在帮江江打。好。水妖鸟的那个看起来，不要讲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好危险。为什么有人放个爆桶在那儿？我按错，他就说他按错了没？你还为什么还要讲出来？来，秀秀，来带你。Hey, 好。他声音太多不好，教你玩。来哦，我要改标题，秀秀观察日啊！我标题没改，我想说。开不用重开啊，是因为今天如果我分类改麦块，搞不好今天人数会更多了。忘记改了。哎呀，为啥我应该说，如果我一直想尿尿，频率很高，但每次只尿一点点出来的话，可能哦，对啦，那是滴几滴出来。我曾经会啦，那时候因为天气太冷，有尿意，可是就是滴那几滴出来，就是快死掉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不是刚刚昨天吧，还是前天，我自己打那个敷面容，然后我穿着那个叫什么啊？嗯，防卫者的那一个，嗯，然后我猫了六次。你那就是跟你讲说，打世界之前要穿那个，打世界之后是穿另外一套了。有，后来我想到这件事，哼，然后。我白白浪费了两次调查吧，还是什么？哦，你是用调查任务进去玩的哦？对对对对。哦，还是任务啊？其实我有点忘记了。北七，我觉得是任务啦。哎呀，第一个是任务哎、欸。嗯，对，我把那个次数浪费掉。任务不会有次数的问题啊，调查才会有啊。任务就是你的主线啊。欸，调查是有金银铜的那个东西才是调查，任务是你现 在打的这个。欸、对，那个金银铜到底是要干嘛？就奖励啊，金就是更有机会拿到更好的东西啊，以此类推啊。所以我们在刷材料的话，都会打奖励多一点的啊，这样你有额外的东西拿，哦、你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拿。请问他在喝水的时候，我打他有用？就是要赶快打他。哦。啊，他一直喷那个，
所以你要观察魔物的动作啊，它喷有个选规律在。哎、欸，它会闭嘴。你也会啊。它生病了。你才生病嘞！来来来来，我在旁边看它玩好了，我就不打了。看看它有多天真，多天才。看一下哦，你从刚打到现在吗？我刚进来。哦，也是啊，一分钟。那我不该进来的啊。我打到50%血量之后，我就穿隐身衣装在旁边看你拍手了。如何？什么东西？所以你现在会勾爪了吧？会。都确定抓得到了。但是我很常就是飞不到他的脸，然后你就白痴啊！那玩有玩双刀，你还可以玩断跑，跑到体力没有，你真的要重玩了，跟你讲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也会跑一跑，然后突然不能跑，然后我就忘记要再跑一次。你自己要顾能量条哈。尤其是打冰原，更多的魔物会让你那个解冻，解冻啊！啊，我晕了，我会不会死呢？你不来救我，你去死吧你！你在哪里？去死吧你！我看不到你。你去死吧你！你就有 ID 在。我的画面很乱。不会有我乱好吗？我画面有一大堆 UI 在。我这边也有很多啊，还有什么血量，然后哦，对啊，一样啊。啊，然后我是个，看这样就好了。我视窗开很小。啊，要死我！哎呦。你有没有装那个啊？掉落物 mode 啊？我昨天丢给你了。有啊，可是我下载好了，要怎么装？打开魔物的那个啊，资料夹。嘿。嘿，然后放在那个 PC 什么 PCN 什么挖沟里面。好，我打完这个，等一下去装。啊，要重开哦。好。喂喂，来了。啊，这张地图本就会有他、啊。白痴龙，撞屁呀、啊！哎呦！死啦！我在上面，小姐。我在上面，小姐。哦哦，有人要撞，撞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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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扛错啊！我非要死透！你是白痴啊！这个真的要开始全程录影下来了，看你有多白痴。至少我每天有精华可以剪。什么？你们看不懂也没关系，总是听我骂他白痴，然后我走错地方了，应该是啊。12号一地。也有主机。不过每次看叫完，我就想到以前拍魔物的精华就是打黄金的。我觉得就只有那个什么，对啊，金羊比较好笑啊。因为你们看不懂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聊天，跟魔物完全不相关啊。
刚刚的动作就是他上去拍脸之后要让魔物去撞墙，撞墙需要石头，但他身上没石头。为什么你跑那么快啊？我直接飞回营地齁。我想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他了？看地图也知道他在这边好不好？不，我意思是你怎么这么快就跑到这？嗯，就飞回来啊。我刚刚不，哎，他在哪？看我在哪里？看小地图。我看到，我看到。那这时候不要丢他大便哦，你丢他大便，他也会提早到这边来。所以等他来这边的话，你再丢他大便就好。丢谁？丢毒药鸟。毒药鸟。毒药鸟。水药鸟。对对对，不是啊，不眠龙呐、啊。哪里有不眠龙？刚刚追你的那个啊。哦、啊，哦，我以为他是浮空龙哎、欸。浮空龙啊，靠腰啊。哦。现在呛了。都你啊！我哪有？我好像掌握到一点点铁伤靠了，哎、欸。嗯。我装，我在装。第三下，劈下去，不痛啊。他可以。可以装是不是？撞啊！你撞啊！你撞啊！我要看你撞！你现在在他的翅膀在哪里？拍拍拍！拍啦！拍，拍跟撞不一样，小姐。哦，对不起。什么叫做拍？下次你碰到一个人撞你，就说你为什么要拍我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拍我肩膀？跟你很熟吗？哇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当时是没石头，对，好。他不能撞啦、啊，所以现在是出错好机会呢。真的、啊？哦，他的屁股真的是很大哎、欸。会伸啊？这看起来好恶心。哎、欸，他这样可以断尾？可是壁虎的翅膀很可爱哎、欸。可以啊，他尾巴可以断尾啊，你想看吗？我断给你看。好，他断了。对啊，很厉害吧？说要断就断，是不是？好的。对啊。他应该是我刚刚猛劈他翅膀好，尾巴好不好？你那边，他腿爆了、啊。哎呦！还想飞啊？下来，飞啊！啊，飞走了。干嘛还不能抓？你在干嘛？可以三十了。他三十就可以抓了吗？嗯。你确定哈？嗯。你确定的话，我有陷阱。你确定吗？岩笑教的你能信？水妖鸟呢？有些魔物的血量不一样哦。有些魔物是5%、10%、15%才能抓的哦。是这样啊。来来来来，那我去放陷阱。不能抓的话。星星等着你。我就没陷阱。我有陷阱啊！我说我的放掉了，我没了。我跟你讲，飞一号影帝，他睡觉的地方不在这里，他睡觉的地方是在他登场的地方。来，我们就看一号。对，你说的哦，藤鱼可以抓的哦。我不管言笑讲的，但是是你听，你说给我听的，我要下去了。我知道。我要抓了哦。我记得是，不要记得，他现在就还不能抓哦。还不行啦！哎、欸，真的哎，白痴，你又没陷阱，你在争的什么啦？哦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放了，没放，现在才可以，现在才可以，看好，看好，看好。还没，可以啊！现在才可以，血量不够低。
他刚踩到陷阱，还没有完成，所以要继续撩他的血才能抓。哦，是这样。哦，是这样哦。到底言笑讲的你要信，还是我讲的你要信啊？好的。感觉这两天跟台不用拉那么高，没有，那是因为跟他玩，我会比较激动，声音会比较大声，所以你们觉得我声音小声，就是要找他来跟我玩。若打到一半退到巢穴睡觉，表示可以到。对啊，也是这个问题啊。他现在跑来这边是觅食，还是就是在找东西而已？只是换下一个地方跟你打，他没有要回家。刚打完古龙斯好多次，我那时候拿狩猎笛打古龙斯，靠别人帮我打，不然我狩猎笛真的打不过。摸摸，摸摸。我以为下午可以开台，结果又睡死。今天又天气又太凉了。对，然后我是中午睡。你玩到中午哦？嗯。你玩到中午啊？还没打过水妖鸟？哦，没有，我早上没有打啦，我只玩别的东西。玩什么？没有，我早上起来弄东西，然后玩一下孤剑。咕咕咕咕，然后吃早餐，吃完我就想睡觉。我本来想说，那不然就是干脆不要睡觉，早上开台，开到累去睡觉。然后想说啊，不行，下午要开台，就还是睡掉了。你要开多久啊？怎么开多久？一个礼拜啊。我只要开八十，我已经那个啊，我的开台时间已经到了、啊，我可以不开，可是我不开没有业绩，我业绩没有到，哦，懂吗？好的，你真的听得懂？今天你、啊、就是你的班表时数是八十小时，可是你今天的销售业绩要一万块，可是你今天八十小时到了，就是、你业绩只到五千块。哎、欸，你真自主加班、嗯、的。等一下，我先装那个你刚刚说的装备没有换过，一开始的守卫被打很痛。我觉得一开始守卫装备就很强了、欸，哎，真的是超强、欸，体力又多，又有跑着，又有回复，其实差不多了啦，因为。他只是陪你过渡冰原啊，过到冰原你就要换装备了，因为后面你那些衣服被在魔物的眼中就是跟饼干一样脆。他到底要打什么、啊？好好奇哦。原来在打这个。嗯，时间卡住了。我不是什么要业绩，没有啊，就是最终的金那个观看数要到。我的开台时间已经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啊，很多都是内部的东西，不能讲太多。嗯，看一下哦、喔，我已经超过了35个小时了，可是我总观看数现在才一半而已。所以我真的是需要维持100个人，每天维持100个人，这样子我开时间到就差不多时间到了啊，没有观看数就我们之后万一真的离开这里，我们就回去做别件事情，反正之后如果没来，因为怎么讲，之前一直有人抱怨说总可不可以每天开台，那、啊、现在真的是每天开台了，可是就是没有到理想，就回去做啊，就变成说可能一个礼拜只开五次台啊，四次台这样子啊，好，或者是别人开台我不开台这样子，开心，
干嘛？很惊讶吗？你不开台了？不是不是，我找不到那个档案，要放哪里？来、哦、来来来来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现在在指定的画面点那个。我已经点开本机档案位置了。嗯，没有什么 PC 什么 N 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没有就直接拉进去啊，因为你还没有装，你没有装过就不会有啊。拉到哪一个资料夹？莫德啊。不，你现在是点开那个嘛？本机档案之后，对不对？嗯。不是有什么？什么 CHUNK 啊，然后后面有个 HiPC 啊 ，DLL、DLSS 那个对不对？嘿，好，你就丢在同一个资料夹这里，就 NATIVEPC 一样丢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，丢进来就好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么教主，你真的要离开前，记得事先提醒我说一下，不要，我怕你给我个大礼，那份大礼请换平台再给，没有啦。然后有会通知啊，像之前闪闪也是有说他只到月底那种啊，如果真的有被约谈的话，这个告诉大家，或到我个人 FB 上面打字。今天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各位。不会啊，感觉因为他是二三月算同一个。什么？就二三月，他说可以累积起来，所以我现在是就尽量就是能开，我还是会尽量开啦。因为有点已经习惯每天开台的感觉了。然后之前也是魔物本来也是二十几个人看，现在至少还有五十个人看了，感觉开始有起来，就觉得又有动力。啊、你是要多久啦？我怎么 Steam 开不起来、啊、？Steam 开不起来，什么 Steam 开不起来？我 Steam 突然打不开，我 Steam 刚自己关掉了。看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钻进去之后还是怪怪的。玩，明天如果他们没要干嘛的话，我们来玩你画我猜吧。你画我猜，我昨天去看一个人在玩，哦，他的界面更新了好多、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会跳出一些小框框，什么提醒你还是什么的，真的假的？这么棒？对啊，不是一般的小框框，是有一些真的是很特别的。我重开个店。嗯。还乖乖。好。张婉婷安安，哦，今天都没跟安安呢，我看哦，谢生良 ，Hello。黑月 ，Hello。还有张振林 ，Hello， 等一下哦，小马安过了。那今天打歼灭战后就没有再顾了，抱歉抱歉。我看一下哦，有看到进给了五十颗星星，然后